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是 Mr. M 先生。那我们今天来大家看看啊，这个国外加拿大这边啊，这个大卖场里面到底卖了什么东西。那另外一个消息就是，各位知道啊，最近在加州大火不断啊，那加州的烟呢、已经蔓延到哈、已经被吹到这个加拿大的天空。这不是因为这里是快要接近晚上啊，这早上也是差不多是这样子，所以说啊，真的是这个要小心用火啊，烤肉的时候barbecue 的时候都要小心啊。你真的看到哈、这国外就蛮喜欢吃这个巧克力了什么、所以大卖场里面都会有这个摆满巧克力，那尤其是这个 Halloween 哈、万圣节要到了万圣节，就会有一些小朋友啊来你们家的门前敲门啊，不给糖吃他们就要捣蛋啊，所以这时候你就要买一些糖果啊，塞给他们啊。这个区就是专门卖这个糖果的区啊，现在就是最近哈、遇到刚开学啊，这些文具都在特价。那、这个区当然就是哈、美妆区了。那、这是卖一些啊，这里就是卖一些这个洗头发的啦。左边这边卖一些毛巾啊、地毯之类的。那我们当然来这边还是哈，我们要先去一个地方，什么地方呢？就是球员卡区哈。球员卡区的话哈，通常都是在玩具区附近哈。有没有看到它前面写个 toys， 是摆玩具的地方。我们看看它有没有新的球员卡，还是全部都被扫光了哈？啊，果然，球员卡都缺了，扫到真的是可怜。哦、有一些啊，这个 Tufts 啊，可以 baseball， 剩下一些棒球。那加拿大最出名的就是哈、冰上曲棍球了，冰上曲棍球还是有。那还有这个 Dunruss 啊 ，Dunruss 的 baseball， 今年的 baseball， 当然了，还有一些 Pokemon 哦，现在也是很火的 Pokemon。 我们是不是要买一盒来拆卡？其实我不知道怎么玩呢，先来研究看看 Pokemon 怎么玩好了。这个游戏王有没有啊？国外也蛮多人喜欢这个哈、Magic魔术的系列了啊，但是最多的还是哈、Pokemon。你看
Pokemon 的系列一堆。Pokemon 它第一代吧，是吧？第一代的卡片，卖到天价了，真是。所以说，有在玩 Pokemon 的朋友，可以留言给我们。跟我说一下这个要怎么玩啊？这个都一套一套的哈，好像不同的系列的样子哈。我看蛮多包的这个。这个就是卖玩具啦，啊，这个区就是玩具区，然后这里就是这个娱乐区了哈 ，entertainment， 但是就卖一些电器的用品啊，然后再卖一些 iPad。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卖一些电池啊，卖一些75寸的。现在这个电视在进货，刚刚进货卖电脑。65寸。电视600块啊，600块加币啊，600块加币大概多少？10000多块是吧？啊，600块，这么大一台啊，65寸啊，飞利浦65寸啊。各位对家电有兴趣的朋友，不妨参考一下哈。我靠，现在是怎样？就是大家电视越看越大台嘛，65寸，吓死人！我靠，身障有没有？将近900块。那我们再往下一个区探索，继续前进啊。然后这是卖一些家具了哈，当然就是 DIY 的比较多哈。他们这边家具就是应该跟台湾 IKEA 这个差不多了，就是说你就是买一箱回去组装了哈，像这个。桌子是买一箱，然后自己回去组装，还不错啦。买一些床啊、椅子啊，椅子也是要回去组装的，几乎都是要回去组装。啊，这个就不用组装了。这是现成就有了。接下来就是这个啊，卖衣服的哈，中间就是卖衣服的，卖衣服裤子，然后前面就是卖鞋子。现在大概是晚上，大概快8点了啊，所以
没什么人。所以今天也不是假日哈，所以就没什么了。那就是一些这个婴儿哈，小朋友，小朋友的衣服，小朋友的这个尿布。这边就是卖狗粮啦哈，这个区的是狗粮，狗的这个小狗的。哦，这是小，这是那个什么鼠了哈，宠物鼠的样子。啊，狗粮在这是吧？啊，这是猫粮，好，有没有看到猫粮？一大包这个哈，一大包5.9公斤呐哈，卖25块。大概5-6千吧，是吧？还是500-600？啊，大概600块吧，是吧？啊，这20乘以25的话，大概500块啊。好，500块一包，台币500一包。啊，蛮多种的。然后这里就是啊狗粮啦，哦，这也是哦，大概20块，8公斤啦哈，8公斤啊，20块，啊，各式各样的狗粮啊哈，价格都是500-600哈。这里是卖牛奶的，食物区了哈，牛奶啊，它里面有什么 ？Ice cream 啊，冰淇淋，好，卖披萨。这是卖这个。冷冻鸡翅啊，不同口味的鸡翅哈，一个大概100多块哈，一盒台币啦。那这个买汉堡肉哈，自己回去。去 BBQ 一下就可以了啊！啊，这是卖亚洲的哈，馄饨、啊味全、点心，点心卖到这边哈。现在这边人不知道台湾发生什么事情，就卖在这里哈。啊，这卖一些这个 ice cream。棒了哈，这是左边就是卖卫生纸，然后这里是卖虾子吧，嗯，这些都是虾子哈，一包一包的虾子，是卖肉的地方哈，这里就是，啊，国外就很喜欢吃这个。是火腿肉了哈，有没有 ？The hot dog 啊，热狗大亨哈，一包一包哈，这也是一些冷冻食物哈。
格斯啊，安格斯，安格斯牛肉，安格斯牛肉，看看哈，看看这个是13块哈，大概300块左右，300块左右是吗？哈，0.56公斤了哈，但是是顶级啊。这边就是卖一些面包啊，哈，吐司，面包吐司的。啊，国外就很喜欢吃这个哈 ，muffin 哈，这个马粪哈，这是他们的一种面包了哈，是那个 carrot 哈，萝卜口味的面包了哈。红萝卜口味，然后这边就是蔬果了哈，蔬菜水果，啊，蔬菜水果都是这里，啊，这些蛋糕啦，起司啦哈，这个区起司啊，外国人很喜欢吃这个起司哈。然后这边就是结账哈，结账在这里。现在都是自己结账了哈，自己结账很多。嗯，那这里是麦当劳啊，麦当劳里面没有什么人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哈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那如果有想要看什么样的内容的话哈，在留言底下再跟我说。好，谢谢大家收看。OK， 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